喊什么张伦好帅啊，还有喊狼岩好帅的，这边的朋友，大哥，都别人都不喊了，你还在这嗷唠一嗓子，你是不是走错了？我刚上来，张鹤伦、狼岩的相声专场，刚上来退票，走错片场了吧，哥们儿？合着今天我们是退票专场啊？哎呦，真是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来听相声的，还来起哄来的哈？玩嘛。现在观众就是这样，来了就在于参与，互动。而且有的观众喊上来啊，张鹤伦好帅，我要跟你生孩子，等等等。我怎么没听见这句啊？你看您这人自恋了不是？啊，是，还有喊狼岩好帅的，哎呦，真的好帅吗？你们喜欢他？不喜欢我？好，告辞。拦着我呀！拉着我点儿。为什么呀？要不我真下去了。兄弟，可能你今天走错片场了。我刚上来，我说狼爷好帅呀，我就下去了。观众啊，下去！我真下去，他在台上就得饿死。单口的会个六啊，他会混单口啊？他会单口的不早说了吗？还用我吗？男道德悬，不对知音不可谈，对了知音谈几句。不对知音枉费舌尖啊，大伙儿都会，就这几句都是写在他们家户口本上的。我们家户口本没人，全是定场诗是吗？真的，说梦话的时候背的都这几句，他这辈子就会这几句。你看他们家祖宗牌上都写着呢，男道德悬，给祖宗磕头的时候男不对知音不可谈。大将生来胆气豪，腰横秋水雁翎刀，风吹驼骨山河动，电闪旌旗日月高，天上麒麟原有种，血中蝼蚁岂能逃，太平待诏归来日，朕与将军解战袍。不瞒各位，这是在张鹤伦他们家祖宗牌上看见的。这瞅啊，哎，他这辈子会这么了，这个是写在他身份证上的，天天都得背呀，会这么两个跟这显。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商周，五霸七雄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，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，前人播种后人收，说甚龙争虎斗。行，还再来一个，他再说一个就是死这儿。别，你问他会吗？真不合适，真不合适，伤情最是晚凉处。倒着那小头刺儿啪的，你看看，怎么羡慕啊？你有吗？不羡慕，这头发还往前撅，还梳了个雷劈的发型。你羡慕这个吧？我羡慕这干嘛呀？他这个虽然说是光头啊，也算一特色。啊、他这算化疗是。谁告诉你的？我刚说的，没听见说过。真的，有毛，人家不叫头发吗？您叫毛啊？你有吗？我没发，我有毛。你的毛长哪儿了？我的毛长在下巴这儿，还往下找呢。他呀，这个叫做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。你们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吗？你哪儿都没有，你个秃驴。你就说这个有意思吗？你谁有意思吗？上台来显你会定场诗啊？这不是你说我不会呢吗？我给大伙汇报一下。那玩意儿用显摆吗？那玩意儿是个说相声的都得会呀、啊，不会定场诗能站在这儿哈？那你来呀、啊，不是得后拍吗？我炫在就想拍，你还炫在？拿多少刀我给你炫了？真的。我会，你都不会，你来。哎呦喂，张嘴就来。哦，金山竹影几千秋，云锁高飞水自流，万里长江飘玉带，一轮银月滚金球，远自湖北三千里，近到江南十六州，美景一时观不透，天缘有份画中游。大伙儿也会，他们会啊？
来了他们不会了，一块了，最后话不会了。伤情醉是晚凉天，憔悴斯人不堪言，邀酒摧肠三杯醉，寻香惊梦五更寒，钗头凤斜清流泪，荼蘼花了我无缘，小楼寂寞信月也难，如钩也难。这你们也会哈，来你们不会的啊。嗯，天为罗盖地为毯，日为星辰伴我眠，什么人撒下名利网，富贵贫贱不一般，也有骑马与坐轿，也有推车把袋担，骑马坐轿修来的福，推车担袋命该然，骏马驮着痴呆的汉，美妇人常伴着浮眠，八十老翁门前站，三岁顽童染黄泉，不是老天不睁眼，善恶到头这报应，嫌你们啊。完了，人家又会。终是关羽断了刀，从此再无回首掏。这他没听过。回首掏，对。终是貂蝉出了轨，吕布董卓互相怼。终是猴子丢了棒，紫霞牛魔上了炕。终是达摩剃了头，从此不再用飘柔。您这还少一句啊？少哪句啊？终是利民退了社，从此名字不带贺。他，你看他不是就把我退社了，就把我弄死了。废话，废话，你刚才学谁呢？这是，我只是感慨这一方舞台而已啊。用你感慨这个吗？学习咱老恩师不好吗？学习可以，学习人家的文化知识。我这不学的不就文化吗？这字里行间，这脚步四方步迈着你。你炫我于不仁不义，兄弟，这儿可不能听他们的呀！撒开，撒开，撒开！我跟你拦着。撒开！我表呢？我表呢？没有，这还赶紧拿了，快点，快点！哎呀呀呀，我戒指也没了！我的个天，我这六个大戒指，好家伙！你说一个手还戴六个戒指？那可不，大拇指上面还一扳指呢，你知道吗？祖母绿的都是。你那个祖母绿那个给你改成帽子了。我用这你那脸硬的那个。去你的吧。好，总共下台。你哪儿，你站好了，你给我过来。不是，那个都商量好了，一到去你的吧，就鞠躬了吧。就你怎么那么想下班呢你啊？啊，早点下班不好吗？你说你这死出像谁呢你啊？周九良。我这叫周航站。周航站九良棚。哎呦喂，这是来说吧，这个周九良人这也是德云捧哏社不错的一个，那算巨匠的巨匠。对呀、啊，德云社捧哏来说，你看于谦老师、孙越老师，那天他们就问我一个问题，问你什么呀？说张伦，你觉得是孙越捧哏捧得好，还是于谦老师捧哏捧得好？这很难回答。当时我反手啪就一大嘴巴子。哎，你干嘛打人家？我说这里边为什么没有郎鹤炎？为什么没有郎言？我搭档，我哥哥郎鹤炎，我兄弟，该打，打死都不多。哎，哥低看你了，对不对？真是真是，这么多年十多年了，这哥们儿交情啊，这友情。我跟那兄弟，那同着我这儿，我问你啊，我于老师、孙老师，我们仨谁捧哏捧最好？于谦，那想都不用想。那干嘛非得有我呢？我不想让孙越垫底。长大了、啊、干嘛我动手动脚的啊？妈呀，废话，我没反手给你一 CD 就不错了。好好的，咱啊君子动口不动手，能动手尽量别吵吵，对不对、啊、宁可与君子论高下，不与小人论短长，你知道吧这话？行，那不与你论短长了。你看咱跟他拽两句文啊，他都听不懂。您没必要跟我们拽这个。哎，我们都知道，在台上光在武打片 啊，相声讲知识性、趣味性得行。这话谁说出来的呀？你，好家伙的，这话您能说出来？哎呦，大言不惭呐！是怎么说？是说谁不惭呢？说你啊，要你惭，你脖子以上都惭。你看看。他这种出于一种羡慕嫉妒恨的来说，谁羡慕嫉妒恨呢？在德云社都说德云社文化有限公司，其实不是很有限，文化也有这个出类拔萃的，也就是谁？对，密。您不要老说英文啊，这您怎么出类拔萃了？哎呦喂，这你这些
都他们都没上过大学吧？有一个算一个。不是，他们可都没上过，我上过呀。你上过，你因为什么呀？我因为什么？上大学是个错误吗？不是，我听说呀，这不都问问你上过大学，你因为什么呀你？你别来这套，那是他们羡慕嫉妒恨。你上过什么大学呀？我听听。北京工业大学呀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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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瞅瞅，我这谁兜里揣着油葫芦呢？这是。上个一呦，这是怎么了？我没瞧不起你。你看你那模样，你就是没瞧得起我呀。什么大学这是？北京工业大学 ，Beijing Biology University。一嘴的方言。你们家这叫方言？那你那密呢？你这说的你这辈子血糖也下不去。大学出名吗？怎么不出名？我们211985啊。哎呦，你甭管什么285这个大的啊。谁285啊？还486呢还。我瞧不起你了吗？你看人不用，我瞧不起你了吗？我瞧不起你了吗？好家伙，杨，我没说瞧不起你吧？对不对？都是朋友，都站在舞台上，你有胳膊有腿有眼睛有鼻子的。不是，我们是上过大学，我们不是残疾。这我没瞧不起你，学问确实差距有点大。谁呀、啊？你跟我呀？我跟你差距怎么大了？差距就是那么一奶奶。不是，那我今儿请教您，我跟您差在哪儿了？您哪大学？我？您上大学了？哎呦，我哪个大学我没上过？你就说吧。你是美团？饿了吗？啊，就是哪个大学你都得去，那家伙，你看些粉丝汤啊，这肤浅，啊，肤浅，肤浅。我去那国外大学。国外大学？对喽。哦，国外您哪个大学呀？你猜，呲哇揣。你又不是马桶，我揣你干嘛呀？揣一揣，看你能知道不知道。猜一猜，国外大学，那您是牛津？我嚼不动。牛津不是牛蹄筋，嚼不动。什么筋我也不喜欢，瞧不上。啊，行行，好好好，剑桥。剑桥修路都不修。我怀疑你就是美团的，我告诉你。家里蹲。家里蹲。家里，我知家里蹲在家里边蹲着那个，我知道他们老开玩笑，你家里那大雪不是那个。啊，那您不是您耶鲁？耶耶！哎哎，好宝贝儿，这是什么大学呀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、不是什么麻省的，不是。麻省理工也不是。不是什么那个什么那个菲尔普斯，不是那个菲尔普斯，不是那。你游着去的呗。普罗米修那个。普罗米修斯，拿箭射死你呗。就普那什么大学知道吧，普林斯顿。哎对了。你看我胳膊这给我弄折了。您在那儿毕业的？不是。不是，你美什么呀？哪个大学都待过，客座教授。客座教授给他们讲。哦，你真是什么你们语啊。他这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，他确实是国外哪个大学都去，客座教授教人烤串。最近回来了比较忙，因为老去淄博考察一下，是吧？肤浅，肤浅，肤浅。你们家祖宗马上就撒肤浅。我去教他们中文。教中文？对呀、啊，中文咱博大精深，我教他们中文呢。你就直接说 barbecue 就可以了。那的知乎者也，语言哉，懂吗？人家不用学这个吧？对不对？尔等不晓得。啊，说我尔等就是你为、啊、尔等不明博，就不明白，他偏要说明博，你知道吧？尔等知道个屁！我就知道你，你好好学学吧。你哪个有文化的人说知道那个？对不对？都得学过知乎者也，小孩都学过吧？人家学过，你行？上学的时候文言文，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，不闻鸡叫声，惟闻鸡叹息。什么？没闻什么叹息。我以前在肯德基上班，怎么了？好家伙的，你那诗应该到秦淮河那边背去。
不是隔江犹唱后庭花呢，你不是唧唧复唧唧，莫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，惟问女叹息，问女何所思，问女何所忆，女无所思，女亦无所忆，昨夜见军帖，可汗大铁兵，军书十二卷，卷就有爷名，阿爷无大人，莫兰无长兄，愿为石鞍马，从此地爷征，东市买骏马，西市买鞍鞯，南市买辔头，北市买长鞭，鼓掌。小时候烂熟于胸，烂熟于心呢，可能有点外在了啊。这太外在了，这都是小时候背的个，对不对？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，对这个他必须特别熟，因为他跟烤串的有联系，他得跟那卖炭的有长期的业务往来。哎呀，不是那个《出师表》，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花光预算，你都会，都学。这是哪门子的《出师表》啊？我家的。你家是不是就没出去过呀？诸葛亮他们写的。诸葛亮他们写的。对，诸葛亮也有团队是怎么着？还有孔明呢。对，还有卧龙。哎呦，你哎，咱就不说别的，四大名著你读过吗？四大名著我读过呀，倒背如流。真的？大明寺。住大明寺不是四大名著，著名四大啊，不是著名大寺。啊，著名大寺，就这四个字儿，哎，来回说。这四个字让你说出一排列组合来。哎呦喂，这算什么能耐呀？啊，对不对？这本来这就不是能耐呀。都看过，都学问都在心里呢。都在心里。哎，对了，未曾清贫难成人，给你来两句，让你听一听。嗯。未曾清贫难成人，不经打击老天真，自古英雄出炼狱，从来富贵入凡尘，逢人且说三分话，不可全抛一片心，压有反哺之意，扬之贵辱之恩，岂可尽如人意，但求无愧于心，街头乞丐常有悲悯之意，抚翁帝王最忌妇人之仁，俯身桥花间风追蝶影，抬眼望天下灿烂星辰，小有小宇宙，大有大乾坤，不求人人得道，但求得道人人。这是不是您那个烤串那价目表上写的那个？干嘛呀？啊，文化输出。哦哦，光学这个知识，左耳听右耳冒，上面听下边尿了。您说的这好像不是文化，这是？你得记在这里边啊！不用您教育我们，你这里边是不是除了大肠没别的呀？谁告诉你的？还有小肠呢？你那脑子里就一碗鸭血粉丝汤，你知道吗？您呐，您不用看不上我们，您说这些我们也都会。诗词歌赋懂得吗？懂啊，懂的，知道啊。诗词歌赋啊，比方说啊，不是，本是后山人，偶作钱塘客。又来了。虽无金阁半卷书，坐井说天阔。大志喜功名，海斗量福祸。论道囊中羞涩时，怒指乾坤错。错错错，是我的错。热恋的时候怎么不说？哎、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前边是诗，怎么后边歌词就出来了？诗词歌赋嘛，这是歌。你别着急，一会儿赋就出来了。这都有诗词，这是歌。对，歌错错错，是我的错。热恋的时候怎么不说？我没让你唱这个。丫头妹妹还没散，萨瓦迪卡伊库萨尤纳拉。李雷和妹妹翻萨克斯安德哟，萨朗嘿哟乌里欧巴斯米达。是不是要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？你先把你那裤裆补补吧。啊，就您这歌刚才要给比尔盖茨唱，他也走了。他回头再给他唱啊？还回头呢？别回头了，这都太难了，这都是这各方的语言知识。父亲，父亲，父亲，你看看我们的这个影响力。凭什么说我肤浅啊？凭什么说？就凭你这点东西看不上我们，就看不上你。肤浅，这个诗词你行吗？我行妈呀！你把那行字去了，啊不是，就剩妈了。你把那妈字去了。谁大爷这么大声啊？哪个大爷？谁大爷的？
这大哥你跟什么凑什么热闹啊，你你长得像郎咸他爸似的。好，这边是我爸，这边是你妈，你看看这今天家庭聚会来了是吧。我就跟你说晚上少吃点吧，不至于的，都会都会都会，没必要显摆。好几个啊，西北玄天一片云，乌鸦落在凤凰群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向阳花木早逢春，贫居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，马行无力皆因瘦，人不风流只为贫，古人不见今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，肤白貌美台风本。什么玩意儿这是？这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下句是粉妆傲气张鹤伦，英俊潇洒张鹤伦，玉树临风张鹤伦，傲骨英风。你给他提这信儿干嘛？您呐，您这好友一比。比什么比？屎壳郎戴口罩。怎么讲？臭不要脸呢。啊，粗俗。我粗俗？粗不是肤浅，肤浅。你说自己，您能不能客观点啊？不够客观吗？哪儿就粉妆玉砌傲骨英风英俊潇洒，这么巧妙的躲过了这些词儿吗？啊，都是形容我的。形容你应该是大腮帮子满脸褶中年油腻张鹤伦。那是我吗？是他。我是那样吗？你们不亏心吗？你们肾都亏呀、啊。您这什么眼睛能看出这个来？我是那样。我就跟你说，你一定要客观，要现实啊！同着南京的父老乡亲，说点我们能接受的，重新评价一下自己，给你个机会。三高：虚胖、身子沉。哎，这才是好演员嘛，对吧？他勇于自我批评，我们大伙欢迎。下联呢？下联是三高：虚胖、身子沉。下边那是你爹张鹤伦。我就白夸他了，没有意思这样。怎么了？怎么没有啊？您那个，我觉得挺好，没有意思。哎呦，我觉得不错。啊，你觉得不错？就你刚才说那些东西，我们大伙都能接得上。我给你出点东西，你不能对上联对得上来。对什么？对什么？对对联啊！对对联啊！哎呦，对对联，打小我就来这个，跟多我干倒多人了。你拉倒吧，你打小不是烤串儿吗？天对地，雨对风。路对长空，雷隐隐，雾蒙蒙，山花对海树，赤日对苍穹，云遮云遮云遮遮云遮云遮遮云遮遮云。我以前干过传销，别提这个，这不对啊！好好好。这些规矩你都懂是吧、哎、那咱这就是咱较量较量，你出题我出题啊。老畜生怎样出题我听听。行行行，我看看你小猴孙如何对句。哎，我就按照你现实的这种实际情况先给你出个上联，风流倜傥啊。不，我说的比你这个要好，那完全是夸你的词儿、哦、对不对、这个面无言兜无钱，人到中年可怜可怜。那我给你对个下联啊，官一躺布一盖，十人一桌上菜上菜。不，这应该是给比尔盖子写的，这应该是，啊，这有什么呀？对，是好点下联啊，说那个我给你再来一个啊，年纪小读书少不想努力，阿姨挺好。这行吗？你挑一个。这是不是都挂在你家床头了？这个，那是你的挽联。你们家晚联写这个，别着急，咱这还有呢。来，听我这上联，面对面吃面，这有什么难度？嗯，这有什么难度？你看，别觉得这几个字数简单啊，但是还是有点意思的。虽然只有这五个字，但是一三五是同一个字，而且它还是一个动词，有介词有动词。面对面吃面，哎，你懂介词和动词吗？你是不是只懂大腰子和牛蹄筋儿啊？这有什么难度？面对面，盖中盖不盖？哎，这还行啊，这还行、啊，对不对？背对背搓背，脚对脚抠脚，你不怕串脚气呀、啊？手拉手解手，那
那多恶心啊！那嘴对嘴亲嘴，好搞对人和人生人，拦不住你了是怎么着？叫什么啊？有能耐是吧？这怎么了？哎，江郎才尽了吧？黔驴技穷了吧？尔等如同惊弓之鸟，我再略施小计就会嗝屁朝凉。兄弟，要不行咱就换换中医，好吧？没病。我觉得你现在打个劣镜也不能治疗你的糖尿病了，啊！我们都吃你呀，好好听着我这儿还有呢，啊，还有呢，还有。当然了，哎，这上联，弓虽强，但石更硬。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都听不懂，竟来这个？这是一个拆字合字的上联，弓弯弓搭箭的弓，虽然的虽，组在一起呢是个强。石头的石和更加的更组在一起是个坚硬的硬，弓虽强但石更硬，拆字游戏。哎，对，听我这下联，人一大就土里埋。不，你给我说说，你看一个人加一个一合起来念大啊，一个土加一个里合起来念埋，人一大就土里埋。这有什么呀？再刺你个下联，女子好但少女妙。哎，这个倒还不错，这个还挺好啊。一提少女，你看眼睛都变成数码的了。这不眼睛数码的了，都变成放光了。别着急，咱这还有呢，我听听。我这还有一个绝对。哎呦，不可能。子曰：“天下无语不成对。”苏东坡说。到底谁说的？子曰，苏东坡说。苏东坡说，子曰说的对。说这俩人也说相声的，你看，听我这个啊，来了，一乡二里三夫子，不读四书五经六艺，竟敢教七八九子，十分大胆。听我这个啊，十室九贫凑得八两七钱六分五厘四毫，尚且三心二意一等下流。哦、我看过《唐伯虎点秋香》。还真知道啊，对对，我也看过这个。哎，十口心思，思君思国思社稷，八目共赏，赏花赏月赏秋香。秋香，秋香。你这不是秋香啊，你这是疯驴子，这是。少遭点罪。跟他在一块遭老罪了。我这没说完呢。哦，还有一言。这只是个。你老抢着继承遗产。来吧，说吧。这只是一个格式。咱这还要套运有实事，哎呦，还挺整挺格式。当然了，听着啊，一天夜里，郭老二从三更半夜喝到四五点钟，特别没溜。老七说这事儿八九不离十，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哎，一到十啊。我问问这郭老二是谁？你瞧，到这儿他不是郭老二，郭汾阳啊，郭汾阳，对，从三更半夜喝到早上四五点钟，哎。啥菜儿啊，喝成这样啊！你别管啥事儿啊，怎么的？他搞对象了？他刚九岁呀、啊，他还是个孩子啊！他没搞对象，因为没电，搞不上。要是没电，搞不上，完了。人家是死根儿，死根儿。哎呦，你别管。就这个，哎，反正这是个实事。再说一遍，我听听。咱再来一遍，记住了啊！啊，一天夜里，郭老二。从三更半夜喝到四五点钟，特别没溜。老七说这事儿八九不离十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对，你呢？十到一，张嘴就给你对出来。我听对出来，你觉得好？听着啊，十分肯定。是，今晚九点。九点。郎鹤炎八成七里子散。六道轮回五个没他，四处流浪当小三儿，遇见两个大哥点你一宿。去你的吧。我的天，我这是我的专场吗？第二次遇见这么尴尬的事情。刚才第一场的时候观众喊退票，第二场主持人居然都没报我们名字。这主持人可能也觉得退票了该。我的天。要不咱们自己报一下节目吧。好难过。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。哎呀，真逗啊！我发现每次演出啊，都能遇到这种意外。嗯，我真是，我现在意外，我觉得慢慢的，我现在心脏搭桥都快干碎了。
您这心脏太脆弱了啊，也没关系吧，反正往往这些事儿啊，给大伙儿呢添点乐趣，对我们演员呢也是添点事故，对于我们来说意外就是常态，对，而且以后啊都能在自己的阅历上写着，王二爷有一天上台主持人报错了。哎呀，那逗哏的也说错了，李九重李九江，他就没说咱俩。对，介绍一下，我叫张鹤伦。他不报名，我自己报还不行吗？大家好，我是郎鹤炎。是，我知道你们喜欢他，对不对？我知道，老话也说了，不喜欢没关系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，心态好，对不对？强扭的瓜不甜。但是我今天想蘸酱吃，还是没离开烤串。不喜欢我没关系，也罢。哎，你叫我干嘛？我歇死你！一个措手不及，他就找我。你看，你懂得文言吗？懂得吗？刚才白给你普及了“知乎者也”了，是吗？普及了，尔等知道个屁！我现在就想给你把你脖子薅出来，你别老在壳里待着了。来说什么什么壳？我扶着你呼吸一下上面的空气，让你尝尝一米七以上呢，还上边的空气呢？你呼吸的好，你不就是想闻姚明的屁吗？你看，你就你这个头也到姚明的大胯，我不跟他走太近，对不对？这是当下最红的演员，真的，当下最红的演员，这也是红在当下的演员啊。他这还淡蓝色的，咱俩你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儿子打爹天打雷劈的。不是，你是不是没挨过打呀？哎，你说对了，是不是没挨过打？没挨过打，没挨过。你给我拉倒吧！怎么的？当年你妈打过你两回都没打掉。你这包袱挺好的，下回别用了啊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乱七八糟了啊！别互相攻击了，这不是你先挑唆的吗？咱俩在台上来说老这么相爱相杀的，我觉得不太好。咱俩哪有相爱啊？你快，不是咱俩合作多少年了？十三，对，十。你能不能看我一眼啊？自己都不看，很自信啊！这不是十吗？是三，我那意思。啊，行，你说什么都行，对不对？谁让我是个捧哏的呢？十三年了。对对对，哎。说良心话啊，叹气了。为什么呀？很感慨啊。我当年在一块儿来说什么都不是，我彷徨的时候人在我身边陪我，我可别怎么无助的时候人在身边陪我，生病的时候人在我身边照顾，应该完只要他在我身边我没好过。对，你去找霍金去，你找乔布斯啊。我怀疑是你方的我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遇见你之后怎么样？哎，拨开云雾还是阴天，他压根儿就在圈里呢。不一样，咱俩来说合作十多年了，对，你从青春年少，对不对？到现在的人老珠黄，都不再年轻了。你现在多大岁数了？我不瞒各位，我42了。42岁了，哎，跟大伙说说有什么长寿的秘诀吗？我长寿的秘诀就是给儿子捧哏啊。我早晚有一天我摔死你，你摔死我你就是孤儿了。你们家有一米七以上的基因吗？你回家看看户口本吧，多少沾点了霍比特人的血统。我们家户口本上就是男男男道德悬不对之音不可谈。看看这族谱，族谱这是伤情最是晚凉天，巧嘴斯人不堪怜。网上这祖宗牌道德三皇五帝，你管着管不着啊？你们家我觉得多多少少跟那个武大郎沾点心情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不可能，没有，真没有。你是祖上没有卖炊饼的？回忆回忆，大郎该喝药了。还真没有，不可能，他姓武。哎呀，反正来说吧，岁数不小了，42了嘛，42岁了啊、哎、今年也是本命年，兔子年是吧？兔年，兔子年吗？兔子年呢，正好是你兔子年。哎呀，兔子年了。人说男人啊，一旦过了40啊，就像蒲公英一样漂泊不定。不对，一阵风说秃就秃了。
今年是我本命年啊，对不对？没完了，岁数不小了，哎，对，还呢在舞台上活跃着，说相声啊。因为我师父来说，岁数也不小了，那可不嘛，对不对？人都是中年演员了，对，这都算中年演员了吧？我还谈不上。土埋到脖子的演员，终了的终是吗？中年吗？谁土埋脖子呀？那怎么说？人说自己，人家我七八十了，我这土埋半截了，顶多埋半截到我这儿埋脖子。你土埋半截，对不对？你看看。哎，你再往远点，哎，对对对，好好。是吧？你再离远点啊，再离远点，对，哎，好极了。那土埋到桃的演员。咱们单位就一个桃，你还把他埋起来了。哎呀，不是不是影射我师父啊，我师父永远活在我心那个、你活跃在舞台上啊，对不对？家伙，我这搭桥都快碎了。祝福我师父，人家在天愿做比翼鸟。你就千万别大喘气，真的、人家向人家学习，对，向人家致敬，好好说相声。站在这儿你不得谢谢师傅啊？这得感谢。当然还有后台的全体师娘，对对，没有那么多。对，还有前台。哪儿的后台前台？得感谢人家吧。后台的师兄弟和其他老师。希望你啊，把相声那个发扬光大，别让这门艺术就毁在了你手里。不是，你先等会儿，咱俩不一块儿吗？干嘛希望我发扬？谁呀、咱俩一块儿努力呀、对，咱俩别较劲了。嗯，先说良心话啊，就是咱俩一块儿努力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我努不了了。说相声，兄弟，基本上这行业对我来说，我感觉算废了。不是，你这不挺好的吗？完了，现在我基本上干不下去。怎么了？咱说相声。你现在你也看我这两天，你能看着我？现在都混迹别的圈了。您混别的圈不得饿死啊？你看你看你看，狗眼看人低。你瞧，你老说我这个，就你这态度上哪儿能混进去？你说相声只是我表面的一个身份，大伙儿可能还不太了解。烤串烤你烤个屁，烤串就只有烤串，你我一千都怼死你。我那还是烤串啊，你干嘛拿签子呀？不是不是不是烤串，不是保安，保什么安？保什么？他拿定棍一下。保安那是保卫一方平安。哦，美团是吧？游走在各个高校，一边烤串一边当保安。肤浅，肤浅，肤浅。你以后别叫张鹤伦了，你就叫肤浅就完了。能是那个吗？啊，那都是你们知道的人嘛、都得有点过往、但是。如果你们真说在江湖上打听打听，什么？江湖上打听打听，江湖跟您有什么关系？我的天哪！怎么还带着哨啊？这是，那还是保安呢？那是，赫赫有名。您呐，江湖中人。哦，那您混迹于江湖。对了，您怎么称呼啊？怎么称呼啊？我的父亲希望我除暴安良，利国利民。哦。所以给我起个名字叫张除暴。你爸爸说相声的吧？你爸利国利民，除暴安良，张除暴。对了，怎么了？愿意？哦，除暴安良或利国利民吗？你这怎么老想？所以起了这个名字，张除暴。哎，你也别问，英雄不问出处，对不对？流氓不问岁数。我也没问你多大呀。我也不告诉你啊，你只是告诉你一声，混迹于江湖，江湖中人，那些江湖人你打听打听，江湖了解什么叫江湖吗？江湖这我知道啊。什么呀？血雨腥风，你争我夺。江湖不是打打杀杀，江湖是微博吃瓜。您江湖，您这行吗？哎呦，别看他们胸肌鼓鼓，不一定会武；别看我胸肌平平，不一定不行。我不知道您胸肌平不平，反正我感觉您不行。刚才您不是说您都废了吗？就这手啊，这是烤串的手啊。二两骨三两肉，半钱老茧做包浆，让你欲罢不能。二两骨三两肉，那不就是骨肉相连吗？那是。就这打小人都说我是个练武的奇才，我就要生在古代也是个武林盟主。什么叫东邪西毒南帝北丐，在我面前全是小趴菜。
说说这不跟人喝去了吗？小扒菜真的全打张三丰，脚踢黄飞鸿，哎呦，不让张无忌气死李小龙。一说这个他就来劲，这是。我看你比我来劲。不是来不来劲，您这混迹于江湖就耍嘴皮子。什么叫耍嘴皮子呀？啊、不了解了吧？不了解。著名的就叫张厨豹，到哪儿都我张厨豹。不是，都怪我侠客，行侠仗义。侠客。对啊，不分很多。啊、比方说吧，啊，练刀的，刀客。哦，练刀就是刀客。对，哦、练刀的刀客、嗯。练剑的，剑人。剑客。哦，你还剑客。嗯、我。那你还行啊。我不是，我不是。啊、哦。不是，那是红尘非净土，各有各的苦，知道？都是红尘，是非客，是客咱们都得接。我。那您还是那剑客啊？不是。您是接客。你是 lose。我是船长，我这个我卢斯杰克、哦、不是那个、哦、那剑客耍剑的哦，舞剑的哎，剑客枪枪枪客枪客枪客这名字、啊、哦啊，还有那个练力气的，练力气就耐力那个力客，不是耐克，合着您老穿身上、嗯、对、啊、耐克，还有那个暗器气客，你分什么、比如说钉子、嗯，丁克，丁克，哦，这我知道，这有丁克，他爸他妈就是丁克。你爸你妈不生育，你爸你妈丁克，你烤串的，你烤串的，你叫串克。跟串克有什么关系？因为你爸你妈是丁克啊，所以你就串克。我怼死你信吗？我扎死你！哎呀，好疼！你看多无聊啊！谁无聊啊？他聊的是这个，就是那你爸，你爸是天下第一不一个嫖，你爸是嫖客。他说这就没意思了，你看他老说我。哎，你爸被嫖到哪儿来了？合着我爸也得有一壳，您瞧瞧、啊。你妈在这嗨是客都、啊、成了。没完了是不是？那你非得说我？这都不说的。那么我跟你说，我是一个刀侠客。刀侠客，侠客，侠客，对，你跟我说话注意点，怎么呢？我的剑从不你不是刀吗、嗯、你到底是什么？你是一傻客。刀剑笑，你管着吗？刀剑笑，刀剑我们一看就笑。那我的剑从不轻易出鞘。那要出鞘了呢？出鞘就很难插回去。那个还是一瞎子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您是个瞎子，你给我再说一遍。我干嘛再说一遍呢？因为我耳朵也不好。好，您这样就别除暴安良去了。您说您看不见，您还聋子，您还瞎，你是聋瞎客吧？须臾老师，蒜蓉大师，龙虾串客。我今天非得弄两头蒜，我辣死你是不是？您最好再给我煮点面。谁龙虾的？谁须臾啊？这不是您说吗？剑回不了鞘，还听不见。我跟你说，我生气了，我剑出剑就得见血。是拉自己吗？你看，这要在古代，在过去啊，现在是法治社会了，我不轻易出手了。哦、在过去，我叭一下就怼死了。你自己叭一下就怼死了。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就把你怼死了，知道吗？你长得跟煤气罐成精似的。不是，在古代我拿一个打火机，你砰你就爆了。你最好拿一签子把我烤了。你这会什么呀？你这还会江湖多了啊？多了，打死你还分会什么吗？那您得会点东西吧？就说那些东西没有用，我们也不了解。点穴行吗？点穴。点穴。您真会点穴！好家伙的，我这功夫不是一天两天练的，知道吗？三天。我跟你说，大伙可能不太了解我啊。我的父母是丁克，不是丁克，我的父母我是串克。你让我说行吗？啊，行，你说。我是契丹人。你是不能契丹音，没有串克契丹。我的父母。被六大门派追杀，在光明顶，你知道吗？这事儿后来给我追到绝情谷底，我跳去了，
一个猛子我进去了。后来18年后，我骑着我的雕上来的，带着我的7个娘们儿，我练会了《葵花宝典》，隐居山林。你看什么你啊？我说你先等会儿，我拦您清谈。这个张楚豹大侠，真正有实力的侠客，知道吗？什么叫看客啊？哦，是打死你！他就老耍嘴皮子，我怼死你，信不信？哪儿的事儿去了你？我给你，我给来个啊！当年我创那个太极拳，那不张三丰吗？左右互搏术，周伯通啊，降龙18掌，那洪七公，截拳道，李小龙，吴英角，黄飞鸿。那个健美操，刘畊宏啊！一个字儿绝！哎呀，可以呀、啊，小胖子。人鱼线、马甲线，我想要。这您可半天，您还是看个儿啊？我非得来点儿的，是不是？你来点什么？你来这谁不会啊？这个。哎。真的露点能耐吗？你露点能耐，我们看看。点穴行吗？又来点穴。点穴行吗？啊，点穴。过去失传已久的点穴，大伙儿只在电视剧当中感受过。是是，对不对？您来了，我们看看。今天啊，我们算来着了。小胖子，离我远点。怎么的？伤着你？哦，怎么你也给我练葵花宝典吗？点穴。哦，点穴。今天要靠不点死你。我讲。咋啥事没得？啥事没得？您这点穴跟拉白菜一块学的，管着吗？运气呢？老师，你这点穴是不是都没实战过呀？谁说的？您点穴，您干嘛这么半天呀？得运气呀、啊，运气啊！人家跟你打，人家跟你搏斗，就静静的等着你，你等着我，我先点穴。我准备着了，我要告诉你，看看这个看客能不能点着我。是他有病还是你有病啊？哦，你确实有病。我非得点死你是吗？你快点死我吧。好了，眼睛明穴，按太阳穴轮刮眼眶，你按四白穴，如按四白穴，第四节风池穴。老师，你的点穴就是自己的眼保健操是吗？我先活跃一下我的眼睛。你活跃什么呀？阿点，有毛病吗？这不他那剑都不能够入鞘，他还是点完了，就这么出手于无形，哪就点完了？你这点上了没感觉到吗？还不解开？解开。你真跟有病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废话，我就完全为了配合你捉船你。我还没运好气的，人家你赶紧运气吧，你再不运气那边。我应该点你哑穴，你知道吧？哑穴，点你笑穴，点你尿穴。你点我尿穴，那是肾结石犯了那是。啊，你还有笑穴？你已经点了我们20分钟笑穴了，无形之中啊，1700多人的笑穴。我的个天！我点穴子，他这没有搅和的，人家运气的，他老谁等着你点呀？就您运半天气，都跨年了，谁等你呀？笑穴，不许什么？不许咳嗽。哦，你对你的敌人也这么说吗？不许咳嗽。我不点了。人家求你呢，是怎么着？我不点了，行吗？你压根儿你也不会什么呀？你不配拥有我这两个手指头。那你自己留着自己拥有，啊！你个看客，你这！我今天非得打死你是吗？你这还老说这个，这句话成了他冠名词了。2分钟我就非得打死你，3分钟我就非得打死你。我今天要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！我今天要不跟你薅的一根毛都不剩，算我白说。哎，你薅出一根来，算你能耐。我找找。你找什么？你跟你的敌人？我找找。怎么了？你钱包落人那儿了？好啊，来点真能耐行吗？来点什么啊？我先听听，然后再听算不算能耐。哎呀，其实我不爱展示，无非都是一些花拳绣腿，没必要真实。什么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花拳绣腿而已。粗俗，肤浅，花拳绣腿。对了啊，
那武林当中那是有拳路套路腿法脚法的，那不是简简单单的啊。你知道啊？干嘛，你是要抻面吗？哎呦喂啊，花拳真要活动活动。我跟你说啊，都不爱来那个。怎么不爱来、啊、我们在一块儿啊都不爱比划呢，谁比划那个都觉得那都基本功，就相当于你们说相声贯口一样。这我们有基本功，您有基本功吗？这花那各种拳术啊，那太普遍了。您会什么拳术啊？会的多了。您说说我听听。你要不想说行吗？不行，我现在特别期待你弄死我。会的拳太多了啊，比方说大红拳、小红拳、大成拳、密宗拳、内家拳、外家拳、阴家拳、阳家拳、火家拳、赵家拳、蔡家拳、墨家拳、朝阳拳、宝剑拳、开山拳、靠山拳、功力拳、金刚拳、崩魔拳、子母拳、白眉拳、脱口拳、使门拳、地躺拳、太子剑拳，有空手、硬手、行手拳、形意、心意、如意拳、劈拳、挂拳、别拳、跳拳、弹拳、快拳、崩拳、暂拳、长拳、短拳、横拳、断拳、南拳、泰拳、软拳、花拳、劈挂手拳、自然拳、阴阳太极拳、武当太乙、五行拳。好，真没想到，随便拿一拳就能怼死你、哎、又来了这句。您会的还真多，您挨个怼怼我。快点怼怼我。今天怼不了。今儿怎么怼不了啊？就我这袋儿开了。他这你别你什么袋儿开了？这个你这儿什么袋儿？背带秋裤。背带秋裤、嗯、就是为了怕开裆，所以都背到这儿了是吧？怎么了？当年出了舞台事故之后，我严谨一点。哦，严谨一点。对了，练不了，练不了。所以说人是花拳。哎呀，就不今天练不了，改天不行吗、啊？哪天死还着急吗？我不着急、啊。哪天我给你选个黄道吉日的。行，我现在马上就要笑死了，对对，你知道吗？那是刚才我点了你的笑穴。你拉倒吧，那你就花拳来不来？秀腿呢？秀腿。花拳秀，又秀腿也来不了，对吧？因为他腰间盘突出，股头快死。最要紧的，他练过葵花宝典。他今天不方便，非得一脚踹死你才开心是吧？快来吧，等不了了，等不了了，要不然我会被笑死的。好嘞，这个小秃子哈、啊啊，我压根儿就没名号。今天我要不露一手，你也不知道二嫂子是个娘们儿哈、啊。看来他这个手术很成功。来、啊，还要提一提裤子吗？来啊！啊，演示一下自己，各位上演啊，我们看看他的秀腿。双飞燕，什么过？是您的是吧？我拿过来。我倒要看看你有几只鞋，啊！还我，还我，还我！给你。什么爱好？哎，秀。干嘛呀？啊，这就是刚才您的秀腿，是吗？别着急。哦，我们还不着急。我说他为什么提裤子呢？他爸刚才甩出去，又来一遍呢。我们都快进，又再来看。我把大褂系起。别脱了，他都练那功夫了，有什么可看的那个？你要看哪儿，大哥？喊得那么欢、啊？我们哪儿也不看。就加钱看他二嫂子是不是娘们儿是吧？别闹啊！嗯，今天不方便。白也不出台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不走出舞台，好好说话啊。你以为你能不能快点儿？你比那点穴时间还长呢。他们以为有几个臭钱就为所欲为吗？你错了，有钱你能得到我的人吗？那你也未必得到我的心。不信你可以试试，我很好得的。这就是您平时闯迹江湖的绝技啊，南帝北丐，您这跟这丐帮是个鼻祖是吧？我跟他们沟通沟通。哦，哎呦我的个天哪，您看见什么了您就好啊？也是确实什么都没看见。
您不要紧吧？啊，就做个活动去。老哥，没有一个标准的。好多年没看耍猴的了。哎，不是，您等会儿，怎么了？你这干嘛呢？秀腿啊！对了，哎呦，特别开心啊！我以为这次又没说我们名字呢。不会啊！哎呀，刚才两位说了一段啊，结巴论，对，欢迎我们上来。说两句话，这个刚才这个岁数也不小了。谁呀？这个李九重。主持人啊，主持人啊，主持人还小呢。那你说瞎聊，我说的是这对演员。李九重、李九江，净瞎看。他老这样。那我不看人家，我看你啊！你这《葵花宝典》有什么可看的？不是，你看你按理来说，你这个岁数不应该了。我这岁数怎么了？对不对？其实都有点悟性了。嗯，现在人家有点这个遁入空门的感觉。我遁老给我们灌输什么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。哎，对，这他的口号就是有空即色。人家别胡说八道啊！不是这么说吗？我怕你们都宅出去了，是怎么了？不一样啊！我们来德云社这么些年，对不对？跟着我老恩师的步伐，是学习的都是传统的东西，传统艺术。对了，相声演员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，没错，哪门弄好了都不容易，都得。大伙都知道，最开始我们有个德云基地。啊，知道吧？知道吗？不知道啊，没就当没说。那个啊，德云传习社，那后来是传习社，有那个吧？对，你比如说刘晓婷，什么周九良，高小贝，王九龙，侯小楼，对，那个尚小菊，对，他们都是从我们这个都是从这帮基地里出来的基孩子。都跟木兰有关系啊？不是，这帮基地里打的基本功，我说的意思。对对对，扎实，特别好。每个人都得练点东西。那时候这我天天教他们压胳膊压腿。我那时候、我比他们年龄长一点，所以您的鞋就飞出去了。我给他们看功。哦。看功每天压胳膊压腿练这个。哦，您还是老师一级别的。你现在知道给我要磕头了？我没跪下。怎么了？我就是那个时候，因为我来的早，而且我岁数也比他们大啊。再说来德云社之前来说，大伙有能知道的，我对戏曲来说，就是因为这个来了德云社嘛。你不烤串吗？我烤你妹呀、我呀！你烤我妹干嘛？你烤串的吗？哪有烤串的事儿？那是以前，那是有那么一年的，就是烤串期。一年的烤串期，就烤过那一年的串哦。剩下在之前就是保安。保安也是干了两年的保安期哦，再往前就是看客，混江湖。最开始来的时候学的是唱戏，您最开始学的是唱戏哦，您不是说学相声来的？报考德云社的时候，当时我师父为什么前两次就是大伙知道三进三出啊，把我淘汰啊？对，太优秀，多不要脸呢、这位，他教不了。真的，我那时候我会的那个他不会。哦，就您烤的鸡翅从来没糊过，是吧？不是烤串儿啊。那会儿我跟你说，我不办这个，我之前唱戏的。对，不是，咱先别着急，您唱戏的。对，你看你上百度履历都有这个。百度就到烤串儿，就德云社了，没有您唱戏这个。哎呦喂，狭窄了，狭窄了。谁还上闹钟了？这是。这么着急吗？这是不是刚几点啊？你有表吗？你就看呐！我几点呀、这是要扎针的，这闹铃了，怎么耽误你睡觉了？到十点就没车了。来，谁闹铃？来，给我看看。来，我站起来。坐下吧。第六排的胖子，举棒子去了。第六排的胖子，第六排胖子跟了我们十多年了都。哎呀妈，这会儿就要睡觉了，我陪他睡觉就不要。兰花这是怎么来的？手指头啊！兰花打小戏曲练这个，哦，我以为是抓炭烫着了呢。练的生旦净末丑，神戏老虎狗，刷戏报的扫后台，扫地擦地奶孩子都得会这个。你们要看什么？
要看哪孩子？你们是疯了，这玩意儿看人家说哪孩子什么作比成案，知道吧？作比成慢是什么东西？戏台上表演全都是假的、啊、说一哪孩子我就是奶妈，他就我的小表辈儿。对，不是啊，真的，一扮演来说我就是奶妈，你就小宝宝，角色扮演。对了，没有真吃的、嗯、戏台洞房也没有，这对不对？对，是都是表演，人戏台上一洞房，锣鼓家伙一吹就。你一唱戏，你看那个红幔帐帘儿这么一拉，哎，桌子一晃悠，这还没有真的呢，这就形意的掩饰。哪儿啊？桌子都不晃。我知道，就跟你看电影似的，对不对？两个人亲密的时候，两个人比方说亲个吻，哎，镜头啪一转，就到脚底下，脚一勾勾，哎，就结束了。你为什么这么猥琐的笑？ 你肯定是跳着看的。他绝对不是，我只是脚一勾。对呀、啊，人家到的小脚一勾，人家叫蒙太奇手法，到他的脚一勾。对，人家没有说，人家表现的是艺术，不是那么龌龊的东西。哎，对，就是您明白了就行了。戏曲也是啊，对不对？两个人一表演，说奶妈小孩一就做个样子，人哭也是。为什么都真像、啊、为什么都是都没有哎，没有这么哭的。刚才那声那是李九江的媳妇哭的。戏台上都讲究这个。哎，是是，我跟你不瞒你各位，我唱的是一调高腔，我家传什么呢？一调高腔。一调高腔，东柳西邦南昆北弋的一调高腔。哎呦，那我这家传啊。您家传？我爷爷的爷爷传给了我的爷爷的父亲。你先等会儿啊。对，对不对？往上传，我爷爷的父亲传给了我爷爷的爷爷，又传回去了。打篮球呢是干什么着呢？不，我爷爷的爷爷传给了我爷爷的父亲，我爷爷的父亲传给了我的爷爷，我的爷爷传给了我的父亲，我的父亲传给了我，一辈儿一辈儿。哎，你学吗？我学，我不学。你看，你看，挑食，哪儿挑食去了？刨一坑把我推进去了。这玩意儿为什么说一些？现在我不想说这个了，为什么？没人爱唱，没人爱听，会的人少，更是凤毛麟角，知道的人更不多。所以说这门艺术失传了，要完了。哎，就您这三声确实无后的感觉。这是我是感慨这个艺术要完了。哦，好 好吧，不是这个艺术，艺术确实这个艺术很少有后。现在不是、啊、没人学了。现在都学那个街舞，都那个。您也不要感慨 B-box， 不要感慨说唱死根儿，他玩那个。这年轻人喜欢这些，但是今天来听相声的也都是戏曲爱好者啊。刚才您一说我是唱戏的，大伙儿就有人说了想听您一段，想唱一段。有人爱听这个？你看看，妈呀，孩子，那闹钟是你上的吧？哎呀妈呀，孩子，你能这么支持戏曲呀、啊？戏曲这根儿断不了啊。从你这儿就得延续下去，你还不赶紧拜师为师？戏曲没有希望啊！你都这样，你有啥希望啊？不是扮演，扮演哦，立刻就上身了。对啊，现、哦、在小孩能喜欢这个，我感慨颇多。嗯，确实不容易。对，小孩能喜欢，啊、我以为小孩就喜欢那个什么，心里种下一颗种子，哒啦滴哒啦。他能实现小小愿望，有神奇魔法。听说每个小孩都想要得到他，准备好了，我有一起探索吧。我以为小孩都喜欢这个，不光小孩喜欢，这俩大胖子也喜欢这个。在小小的花园里，哎，抓呀挖呀挖。在大大的花园里边，在特别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。咱们这个节目很快就结束了。这个东西都是时效性的，比方说咱们现在还能拿这个开玩笑啊，一起那个来一块演绎演绎，大伙一块乐呵乐。嗯，但等到过了那个过了50年，这可能大伙就忘了。啊，这倒是，对不对？对，他可能不延绵，但是戏曲还是传统。哎，对了，又聊回来了。对，就是这么巧妙。一聊戏曲，我就特别的难过，真的。因为他是个丁克家族，他是。咱们来一个戏曲，您说的一调高腔。
来，我这个我也略知一二。你真的吗？我会一点。就要真说这个，他会这个，咱俩我陪你来一回。别别别，您这是捧我了。因为现在能跟我陪我来这个来不了了，上次那个一勾勾结束了，比那怼死的那还快。对，能来这个我很是感慨啊。现在像这种小胖子小、那个、小胖子像小胖子这种啊，就像这种演员知道的会少啊，对不对？你能说陪我唱一会儿？我陪您唱，我很欣慰。您轻点，我这袋也开了。不行，要不行，我收你一徒弟。哎，不，您别老惦记收我呀！您要真能唱，对不对？以后你叫张小伦。我叫张小伦，我永远登不起来，这怎么着？哎，张小伦，郎小伦，好不好？我给你改名。郎小伦了，姓都改了。好家伙，我改小字了。跟您唱一出，大伙儿也看看。行行行，一调高腔，可以啊！我很欣慰啊。得嘞，嗯，咱挑出戏，你挑吧。有我挑。对。不是，因为这我会的不多，我就会这么一本。哪本？哪个？《全德报》。全德报。对，我能说出《全德报》三个字来的，我他还真认识字儿。我以为你夸我呢，《全德报》谁不知道啊？《全德报》知道这个戏的人是凤毛麟角啊！啊，是，他是连台本戏传下来就剩八本了。哪八本？头本《官榜》，二本《别女》，三本《入府》，四本《招赘》，五本《洞房》，六本《训女》，七本《考童》，八本《荣归》。还真不错，能知道这八本的非常不易。嗯，我跟你说啊，那个贯口就不背了。为什么呢？我跟你说那个太长了，简简单单的啊。大多人要说这个唱全了的话，我跟你说得唱三个月，那还真是八本嘛，连台本戏嘛，咱怎么办、啊？咱唱当中最精彩的这个《洞房》。洞房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你信不信我把你小脚弄狗狗了？哇，我好期待、啊！你先把期待记好了吧，好期待。哎呦，我期待兄弟，期待兄弟，老秦，那我期待兄弟。哦，是是是，那你怎么长得那么寒碜呢？人家那么帅，那么亮，营养都被他吸收了。哦，好，行行行，褶子都在你身上呢，你看你唱不着，不是说到这儿了吗？就唱哪个？唱训女。训你，现在就想训你。别训大黄，训，都什么时候了？你小白，你别老这样。小白秀，小白不想秀，小白要秀还得把鞋踢出去。现在就来训女，训女，好吧，训女。咱们先分配一下角色，你先挑。啊，你挑剩下你再挑，俩人唱戏，我先挑完了我再挑啊。你先挑，老话说让妇女和孩子先挑。这位眼神就是不好，你瞧。行行行，那我先挑啊，好吧。斗公训女，那我斗公，那我斗母，我斗蛐蛐，我斗油炉，我斗大人，我斗小孩，我斗小黑小子，我斗大半娘们。你这不还是洞房吗？这个。怎么了？着急了？这，你往我这儿凑什么呀？我看是你们着急了，是。我说斗公不是斗母啊，还斗油葫芦了。你说的什么？斗公斗燕山，斗员外。你说斗员外呀、啊？他来个斗公，这不拿我们寡妇世界开玩笑吗？我从今以后再不怀疑您的性别了。你别拿我开玩笑、啊。哎，我斗员外，我是斗夫人。哎，对。明白吗？这不是寡妇事业的了。没寡妇，咱还是一块的。你还没死？当然了，我以为我跟照片演的。你跟谁照片啊？我知道，我来斗夫人。后边还有呢？还有，后边有老院子。干嘛的呀？通风报信儿的。我来，精明强干，啊。老院子那么娘啊？你这是？不是精明强干的。好、哦，擦汗、哦。身体不老好的，老擦汗。你才肾虚呢。我可没说您肾虚啊，你自诩的。然后呢，还有这个小丫鬟，干嘛的？伺候高桂英高小姐的。你来，你天生你天生丫鬟命。谁天上有这命啊？这长得就像丫鬟。行行行行行，还有这个石守信，干嘛的？石姑老爷，我来。一听就主角，英俊潇洒，玉树临风，粉妆玉气，大腮帮子满脸褶，没完了。还有高桂英，干嘛的？石守信他媳妇儿，你来，天生就像娘们儿。行行行，还有高怀德，干嘛的？吴老生，吴壮，我来。英俊潇洒，玉树临风，粉妆玉砌，葵花宝典。还有高童，干嘛的？高怀德他儿子，我来。合着我不是你媳妇儿，就是你儿子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乐的。你们家乐是这模样，见便宜就上，我也没掏着啊。行行行，就这么分配了，好吧。
然后呢，您受累跟我搭搭桌子干什么？区分出前后台搭不动。怎么呢？我是窦夫人，我们只负责生孩子。不是，您入戏太早了，还没开始唱呢。我只负责小脚一狗狗。您自给自足去了，那是啊。您呢，受累跟我搭搭桌子。我打死你，我用不着你了，我还自给自足。你看你这模样，我宁可找老秦去，我也不找你呀。来吧，快点。我也想找老秦。不成，搭桌子。哎呦啊，好重哦。你搭了吗？你就说重啊。这个桌子异常的重。废话，我这搬着你这摁着能不重吗？不信你自己搬一搬，你感受感受。怎么可能的重？它比别的剧场的桌子都重。没听说过。搬试试。可以。来吧，俩人一块儿。哎。老师，这是桌子，不是圆规呀、啊。哎。就。我爷们儿好厉害、啊，哎，威猛威猛先生，你才刷厕所的呢，夸你威猛呢，别来这套啊！我爷们儿好威猛，成了，不是怎么硅胶给你打碎了？我就剩半条命了，半条命、啊、，CS 半条命，现在都是 CS 告的，Fire the hole 啊 ，Fire the hole。全都炸瞎了。F4 哒哒哒哒哒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他们都没玩过这个，没玩过。对，行。然后呢，还缺两把椅子。好，谢谢。你一人一把，不知道疼你娘们吗？你先疼疼我吧啊，都让你打碎了，啊，一人一把。快去！不懂得怜香惜玉。多少钱我退你？多少钱？一千万。多少钱？一万。你跑这洗钱来了？听相声哪有这一？不可能，我的票我了解，都是不可能一万一张，一万就是洗钱来了。没听说过。你这么有钱，你把我包了吧？我不想说相声了。我说，哎，不想努力，阿姨挺好。你先回来，阿姨也不想努力呢啊。来吧，行了，喊什么玩意儿？你大，你啊，他说什么呢？他在二楼喊的，我让他二楼待着，下来得补票。哦，好了，这就分配完了啊，咱们现在准备开唱。开唱，把那个穿那个寿衣拿来。寿衣？穿那个寿衣？不，你这个气色能扛到明天。穿那个得有吧？唱戏。啊，那唱戏那叫行头。对，我说行头，我怕你不懂。你说寿衣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我成官夫了呢。我这把寿衣不是把行头，没有，没有，就穿大褂，就穿这身。对对对，这身谁知道我是窦夫人啊？那嗯，别，这场戏又不是澡堂子。哎呀，你这挺大的妇女的，咱还脱？那没买，你别脱，别脱。我他是不是一万块钱那个？你还惦记这钱数？你上后边干嘛去？我包一包头，哦、扮演一下。你还化化妆啊？对，还真不容易。其实我们这个换洗手绢来，是吗？其实我们这个，哎，你要不磕死的你，我磕死你就成寡妇了，啊，官夫，磕死你就成光棍了。光棍是没结婚的，科斯，你再找一个是吗？找那一万那个，阿姨挺好。行，这打扮，我的个天哪，还真紧致，月纹都没了。行，咱们现在可以开唱了吧？有，来吧，有请乐队老师。啊、没有乐队，没有乐队，没有乐队，我跟你唱个六啊。什么叫唱个六、啊、没有乐队怎么唱啊？咱们锣鼓家伙拿嘴学呀，拿嘴学的不 B-box 吗？那这倒谈不到那么高。 B-box 这个 listen gentlemen 娘们们，一会儿给我摇起来。
谁跟你娘们们一块摇起来？不就你跟那七个娘们一块摇起来吗？你摇不摇？我不摇。不摇咱怎么来？摇我也中不了奖。怎么来？咱们就一块拿嘴学。拿嘴学啊？打什么家伙？东秋锣知道吗？东秋锣啊，东抬腿，秋落腿，三棒半到台口。放心吧，啊，来吧，没有错不了的事儿。好的。合着他就没对过。来啊！哎，腾！东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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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秋。我说，哎，我夫子庙等你啊！你干嘛？你找老夫子去啊？我找什么老夫子？给你埋那儿。三棒半到台口，不说了吗？您这冬秋冬秋没完了，我直接给你送秦淮河里去。你在这畅游，大肚飘扬。你这么胖不用游，直接飘起来。我这么胖是不用游，您这肚子里油也不少。三棒半到台口，三何为一棒啊？冬抬腿，秋落腿，这是一棒啊。哦，看你腿了。对，不用那么多。寸你倒落腿啊！你不秋我怎么落？不落腿怎么秋？不是这有什么？你快着点就完了，太慢了。那你说快点不完了吗？快点！剁馅儿呢？我想把你剁了。我想把你剁了。你也可以练葵花宝典了。我练不了那个啊！您这忒快了又，你又跟着我的步伐，同步好吗，老师？好嘞，快点吧。春，冬秋，冬秋，冬秋，冬。什么声？那个半棒吗？不三棒半吗？我以为我掉沟里了呢。来唱哦，金永恒，好个哎，好个六，你懂你会个六啊，你知道六啊，该你了，你个老六，该你了，你才老六的，你是光着山腰哥，他这啥呀？管着管不着啊？而且还就他自己，你是不是副导演呢？他把这领长来了，他是个领长类的动物。我们都属于灵长类动物，你呢？不好笑。你属于有缺陷的人类。冬秋，冬秋，冬秋，冬。他也掉沟里了。冬秋，冬秋。冬秋，冬。喂，出来。冬秋，冬秋，冬秋，冬。唱。冬秋，你守灵来了。我早晚给你守灵，我早晚让你气死。冬秋冬秋完了以后您到这儿就唱啊，这还得唱呢，多新鲜。什么词儿？我招来嫦娥齐永贺，我那句呢？仙人堂前列绮罗，老词儿，就是老词儿啊。行，老了，来，招来嫦娥齐永贺，仙人堂前列绮罗，呵呵。他这还有弹幕呢，阿夫人，阿汉子，您别叫汉子呀，阿爷们儿。爷们儿也不是那时候的、啊、丈夫丈夫太现代，男人男人也不对，屋里的哎呀就更不像，炕上的越来越内陆了啊，欧巴撒浪嘿，你有头发吗？这谁是这是抓头发了、哎、我叫您夫人，您不能叫我这汉子屋里的是男人，男人也不对，不是男人，是男人、嗯、但不能叫男人，你叫老爷，这老爷老爷哦，阿、啊、夫人阿、啊、老爷，夫人请坐，老爷请坐，也有坐，也有坐，夫人坐，来来了，出来，怎么了？美的你，啊，谁美？废话，你那有座，你不让我过去来坐吗？谁让你过去坐了？夫人请坐，我以为你说来坐，不用坐，
好，夫人请坐。来，请坐。有座。有座。你脑袋有点绿。阿夫人。啊，老爷。你我女儿哪里去了？哈哈，你猜呢？我猜个六啊，我猜。你个老六，你说戏词儿啊？我这不粗，粗戏的戏啊，唱戏的词儿。什么？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一报。老词儿。就是老词儿嘛。咱都演这么多遍，我以为你要改改。改不了了。阿夫人。啊，老爷。你我女儿哪里去了？我能猜到。谁问你了？我知道，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一报啊。天到这般时候，为何不见院子报来？你猜的。我怎么又猜呀？我说什么？为何不见院子报来？为何不见？为何院子？院子报来，院子报。报。你说你呢？谁报？报啊！你报。我报。该你报了。哦，来来来来，快点。来来来来，还是饿了吧？你这不是还是奶孩子吗？这是？那怎么你不让我抱你吗？我让你抱是你不是老院子吗？你刚才说自己精明强干，我来，老院子通风报信。这会儿老院子上了。对呀、啊，早聊啊，没有夫人了。哎，这好，就这么早聊啊。阿夫人，啊，老爷，你往女儿哪里去了？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一报啊。天到这般时候，为何不见院子报来？啊，不见院子报来。你找耗子呢是吗？啊，夫人的手绢不见了。哎，无所谓呀、啊！啊，不行，夫人少一件都不可以。啊，老爷在这儿呢。我突然间想起一句话。什么？跟你唱戏真是没得屌丝。这应该是个成语。没得屌丝四个字儿，但是快坐吧，多少沾点方言。是不是想让我给你生个二胎的意思？生什么二胎？我看你我又来雨，我又来雨。哎，这好像我要吃辣椒的意思。快点吧，阿夫人。啊啊，屌丝！什么？老爷？啊，老爷？啊，老爷？你我弟儿哪里去了？老爷，你不要笑。阿夫人。啊，老爷。你我女儿哪里去了？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一报。天到这般时候，为何不见院子报来？为何不见院子报来？院子报，院子报。报。冬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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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冬冬秋。请老爷大事不好。你这时候应该跪下。跪下。为何不见院子报来？报。冬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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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冬。秋啊，怎么了？有点硌腿。哦，硌腿啊！你刚才你跪晚了，再来一遍。为何不见院子报来？报。冬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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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冬秋。哎呀，哎，这回怎么样？好多了吧？啊，谢谢老爷给我垫一护垫。哎，没事，再来一遍吧。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报。冬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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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冬冬秋。请问老爷，你情绪不对。咱还跪不跪了？我让你刚才整我，嗯，再来一遍，最后一遍啊，来，报，是最后一遍吗？报，冬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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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冬冬秋。请问老爷，大事不好，何事？忘词儿了，忘词儿了，像话吗？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昨夜晚三更时分，石姑老爷与我家夫人在后花后小姐在后花园洒泪分别。好，报不是，谁说从头来啊？听他们的。这个戏怎么这么累呀、啊？请问老爷，大事不好！还是个华贵，你看这。
十八号。合适。昨夜晚三更时分，师傅老爷与我家夫人后花园撒泪分别。我媳妇跟人家跑了。这不你刚才说的吗？高桂英高小姐呀，我们找不回来了吗？应该谁啊？应该是高小姐。啊，直接说吧。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。不是，昨夜晚三更时分，师傅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撒雷分别。你在镇江？撒雷分别。这，哎呦！你滋的什么？你滋的？你怎么动手打人呢？歇死你！早想歇你了。你是院子？你是傻子？你吃我的？你踹我的？我是你老爷。你是个屌丝。咱没法唱。怎么没法唱？你是不是院子？你院子是奴才吧？怎么了？我演的是老爷啊！昨夜晚三更时候的事儿，你到天亮才告诉我，我能不吹胡子瞪眼吗？我错了。啊，老爷原谅我。你起开，没见过老爷给院子喂奶的。啊，我老爷，你我都听到你的胎动了。老爷饿了。您呐，您不能有这么多肢体语言。那我应该怎样？您得有这个心理活动。你我一问你就全身颤抖，如体似筛糠，磕头如鸡奔碎米一般，好比上天无路，入地如门，地上有个地缝都得钻进去。明白了。害怕了。哦，明白了吧？奴才我知道这。主子发威，奴才撒碎。撒碎就尿尿的意思吧？不不，意思是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意思是。他的意思就是好比啊，主子发威，奴才撒碎。哎，撒碎不是真尿。对，对不对？不用解释这个。好比是上天无路，嗯，入地无门，对，磕头如鸡奔碎米，是体似筛糠，颤抖。好比地上有个地缝，都得钻进去，就这感觉，来掩饰自己的恐慌、怯懦，就看那种找缝那种感觉。对对对，你就看我能不能找着这个缝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再来一遍，咱打头来啊。冬秋，冬秋，冬秋。嗯、没躲过去，招来嫦娥青龙，冬秋，冬秋，冬秋，冬。自己给自己挖坑。冬唱唱唱，仙人堂前猎绮罗，阿夫人，阿汉老爷。我成汉朝老爷了，夫人请坐。老爷请坐。有座。有座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。有座。阿夫人。阿老爷。你我女儿哪里去了？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一报。天道这般时候，为何不见院子报来？为何不见院子报来？院子报，院子报，报报。冬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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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冬秋。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。何事？昨夜晚三更时分，师傅老爷与我家他们全跑了。什么？他们全都跑了！全都跑了！全都跑了！你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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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你干嘛呢？我找缝呢。去你的吧！麻去啊，哎呀，真是小娟儿，现在是到了返场的时候了，到了返场的时候了。刚才大哥能喊出别走，待会儿麻去，这都是我十年前那个时候的总演的一个作品。然后今天来的有新观众也有老观众，嗯，甭管是您新观众还是老观众，都是捧我们德云社的，是捧张伦郎言的，谢谢我的衣食父母们啊，感谢您各位。没有什么能耐，就有一膀子力气来逗您开心，希望呢您啊那个今天呢能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。真说您觉得哪段相声不好呢，您各位呢多多就做自我的批评，对，好吧，自己批评自己，因为我们演的挺好的呀。可别这么说，也是那个啊，我们啊，你要觉得哪儿不好呢，你就提出宝贵意见。哎，我们也不改。对，好，咱们得改，改完再犯吧。嗯，犯完再改，千锤百炼了。行了，都演完了，退票，都演完了，结束了，完了，全完了。这么着吧，结尾了啊，给大伙儿唱唱点，好不好？嗯。
先来个小娟好不好？哎呀，我的天儿啊，破鞋露脚尖儿啊，老师让我交学费呀，我说等两天儿啊，没钱我光交烟儿啊，外边飘雪花儿啊，邻家小妹瞧见了是眼泪含眼圈儿啊，她是我的心肝儿啊，起名叫小娟儿啊，闭月羞花沉鱼落雁，比我胖两圈儿。小娟儿，这个来说啊，就是我们德云社来说嘛，每个人差不多都有自己的一个代表作。哎，都有。我呢，这也算我一个一首单曲，其中一个。小娟儿，说单曲你们笑什么？真的，我出了一首单曲，就是叫小娟儿，什么上网可以搜一搜。嗯，还很好听的，还不错哦。哎，也没有这么自己夸自己。对，还出了好几首呢，还有什么我在天庭当小三儿。嗯，这是小娟儿的第二首歌是吧？嗯，在天庭当小三儿，嘿，叉儿，叉儿，当完小叉儿当小三儿，回不去了。啊，来两句，就是好多那么歌嘛，还有那个我是你的蝴蝶，翩翩飞，也是自己的歌。然后，比方说，德云社其他人也有自己的代表作啊，比方说月哥。小月，对月哥的怎么啊？还真有人跟唱啊，但是比以前少多了。现在你唱的时候脸不红吗？自己说唱的时候，周边有没有人跟着唱啊？啊，这破歌还有人唱啊？哎，这叫什么话？其实真的，这是一个经典的歌曲。我们现在来说，每当唱到月哥的《五环之歌》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也觉得恶心。嗯，就是不唱了，真是好时间太长了。这是一个经典，也是一个回忆。嗯，人家的经典的作品能流传至今，还是有它的道理的。哎，是对不对？五环啊，一直一唱，大伙都一块万人合唱，我觉得这是一种成功，存在即合理。对了，月哥还有那种那个，翻过了一座山，越过了一道弯，撩动白云蓝天蓝。望眼平川大步迈向前，感谢那人间的爱传承了千万年，亲邻好友笑开颜，梦里梦外只是春江暖，花开山顶的红艳艳，绿水青山不问是何年，谁家的尽头又到了金钱，谢谢我最牵挂的人挂牵，门前的小树已成年，阻挡着风雨来的突然，家中的爸妈已皱纹呈现，翻过岁月直到永远。月哥，还有那个辫哥哥也有代表作，他代表作是桃叶尖上尖，柳叶就遮满了天，也是为这个命的功，细听我来，出在了京西蓝靛厂啊，蓝靛厂的这个火器营有一个宋老三呐、啊啊啊，提起那宋老三，两口子卖大烟，一辈子无有儿，生了一位女儿婵娟呐、啊，小妞儿哎。年长一十六啊，娶了个乳名儿，姑娘叫大莲呐、啊啊。秋雨那下连绵，双江那清水河，好一对多情的人。双双就跳下了河呀，啊、亲人哎，你死都是为了我呀，
变成了小曲儿，来弹清水河。小辫儿的代表作。对了，我师傅也有代表作呀。啊，说天气，咱们要完呐。这是说咱俩要给咱们扎针儿的，这是真是给咱俩刨。这是师傅的代表作，不能瞎唱。对，叫小帆嘛，这是代表作。叫小帆，咱唱了师傅以后唱什么？啊？真唱叫小帆？你可千万别，你就来叫小帆。你呀、啊，今儿的今儿了，怎么上劲儿了？翻的翻了，谁翻啊？来。我给您搭个腔啊！一见公主到灵间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阿门，把这庆墙叫小娟儿，娟儿啊！谢谢大伙儿啊！还想听什么？叫听什么？大哥，大狼叫听狼烟跳舞。我跟你说，他抖音来说，他总看那个什么对对对，他都在那儿学的。人家不是往前吗？那大妈，推推推推推，人自己往后退。对对对，也看那个什么很像某人，你最想见的某人，你最想见的某人。削面的是吧？什么？小淼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。很想某人，我最思念的某人，我最想念。他这还是山西削面，是吧？那个，啊啊，还有那个什么那个。My name is Chicky Chicky。啊，这就是那大哥说的那个。然后我想看看你来这个。你想看我来那个？啊，去买票去。来一个好不好？啊，来一个。这个。要不大哥你上来咱俩一块儿跳啊，这个地板稍微有点滑啊，您各位多必须啊。我没走。这是你的债主是吗？我看看主持人，然后大家都看我啊。My name is Chick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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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icky. My name is Lala, Clum, Clum, Cha, Cha, Cha. Chicky, Chicky, Boom, Boom. Chicky, Chicky, Boom, Boom. Chicky, Chicky, Boom, Boom. Clum, Clum, Cha, Cha, Cha. 欺骗观众，你少一个，啦啦啦啦啦，是不是少一个？他马上就出师了。我记得他有一个啦啦啦啦，我记得有这个，这稍微有点滑。再重来一个，重来一个，重来一个那个黑桃 A。我今儿也豁出去了啊，南京就是我的第二故乡啊。没事，到时候给你埋这儿。他老惦记着摔盆儿，你瞧瞧，你才孝子呢。一起来啊！我不会，等我今天我学学。嘿嘿，你是我的宝贝，想你的滋味夜夜破碎。宝贝宝贝，我们干一杯，这是你最要的黑桃 A。 宝贝宝贝，我们干，还真不好来这个。宝贝宝贝，我都听那个擦玻璃，擦玻璃不是这个吗？你擦自己干嘛呀？你自己是，我不知道。我看他们擦玻璃，擦玻璃。他给咱多少钱了？我不知道。哎呀，这样咱俩一块来一个好不好？一块来。对，